君明，。您一直有一个戏曲梦，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，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遗憾。我们都是你最忠实的听众。妈妈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。妈妈也知道了，从你的生活中退出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，必须要修的功课。我以前总是想赶紧逃离家里，做一个独立的人，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们一家人这么幸福，我才觉得最好。来，举杯，来吧，来，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。妈妈没在楼上啊，她是不是出去了？奇怪，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。你好，你找不到。一直关机啊，这么晚能去哪儿呢？你现在马上去公安局报个警，刘阿姨不见了。快到俺的老婆吧。就算这么快到呀！哎，这么来过啊！哎，王叔，您看见我妈妈了吗？哎呦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没有。晚上的饭菜好吃吗？哎，再好吃也没口福了。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，明天你们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了。因为我已经走了，我生病了。但是我已经想开了，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，最后的时间啊，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，去看看好山好水，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，病也就好了。你们不用太担心我，也不要来找我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希望你们能尊重我。你们不要太想我啊，爱你们的妈妈。喂姐，妈妈的报告拿到了，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。刘婉月，你脑子灵灵清好吧？啊，你都50多岁的人了，你还这样，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啊！我今天来了，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去，回去治病，要不然我给你离婚。那就离吧。爸爸，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，那我们不要逼她，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。你可真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。我就算长大了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。如果你不想回去，那我们就不回去了。啊，这里好山好水，空气又新鲜，我跟志明都很喜欢。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。到你那边去了，你看一下。来了，这。哎，你看，找到了。你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。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。阿姨，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，谁心里有你住这个小孩呢？茄子。